这是关于一只鸡的故事。当时鸡流感接二连三的来，四处刀光剑影，鸡不聊生。别说是人类心腹的暴臣鸡可以逃过一劫，就连那只演过电影《铁鸡》也难逃杀生之祸。本应鸡族从此灭亡，日后人类只能缅怀鸡作为人类最喜爱食材的过去。然而天地还是怜悯世代为人类做贡献的鸡族，在最后一刻留下了生机，而我就是那只幸运儿，终于到了该闯荡的日子。坐上驶往目的地的车，什么时候才能到呢？前路看似遥遥无期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！一堆土狗突然窜出，偷袭而来，差点正中我腹。呆，来者何人？对面传来了呼声。老子好久没吃肉了，这只鸡好像很好吃的样子。来势汹汹，眉宇间杀意重重。哎呀，这场仗不好打，一定要活着，我可不能在这种地方被吃掉。没等我看清，土狗们就吓得连影儿都没了。历经重重，终于到了。九百代为人类为鸡使命，正是如此。